三、爱好、工作、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、妹妹、猫、狗、打篮球、打乒乓球、打高尔夫球、打台球、打网球、打棒球、踢足球、赢、输、忙、渴、困、难、简单、胖、瘦、前天、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、后天、前年、去年、今年、明年、后年、上个月、这个月、下个月、上个星期、这个星期、下个星期、现在、以前、以后、最近、呢、什么的、喜欢、想、要、别、不要、不用、要、了、快、了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最近工作非常忙。我哥哥没有去过中国。我有一个姐姐。我弟弟今年16岁了。我妹妹喜欢中国菜。我家有一只猫。我想见我家的狗。我非常喜欢打网球。昨天赢了吗？输了也没关系。口渴了，我想喝水。很困，我想睡一下。很难，你要努力。很简单的问题。最近没有运动，有点胖了。你瘦了，没事儿吧？你明天不用来。我们去年在东京见过一次。你这个月几号去？他下个星期三不在。去中国以前，我学了一点汉语。吃饭以后，打乒乓球吧。日本没有，中国呢？你要什么？胖的是哥哥，瘦的是弟弟，都是我喜欢的菜。你想要几个？请不要看。没事儿，你不用打电话给他。快2点了，别工作了，睡吧。